天我去卖我的一把琴，那个人就说：“你是护的贝斯手吗？”谢谢。我就说是。是因为为了要卖贝斯吗？对，因为他要跟我买。所以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就会念护吧。你就问他一个吗？没有了。好啊。感谢大家今天来，就是愿意看我们，不论是认识我们或不认识我们，谢谢。生日快乐！生日会考，会考加油！你是不是也快生日了？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太多声音，有点听不太到你 ，sorry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首歌我会理解，不会的就不用唱了。谁才是他导演？